大家又翻到 Pokemon 嘅最终红。上次讲到咧，我哋打完呢个作者之后咧，我哋就要穿过呢一个枯叶阵啦，冇错。咁依家我身上咧已经系41呢啦，上次讲到，然之后咧我哋又继续打呢一个嘅一啲训练家，咁呢一个咧好明显系虫系佢训练家，所以我哋用火拳。哇！死咗，可惜可惜，系唔够力啊，系咯，因为咧佢装咗命玉啊，所以好痛啊打人。OK， 即刻嚟个 set 普通 set 打过去，车过去。你呢只飞人杀死啦，留个燕返，再燕返，搞掂。Easy， 我以为佢会 mega 进化添啊，街边训练家 mega 进化，真系吓死人。好，降海啦，呢只都系用冰，都用飞人嘢打嘢。哇，降海啊，真系犀利。哇，加特攻减特防，系完全系唔啱用。咦，飞人石，咦，呢个系霸主啊 ？OK。飞人技打埋二 Q， 燕返打埋二 Q， 飞人技打埋二 Q， 燕返打埋二 Q， 全部打晒埋二 Q 得噶啦，得赢到啦。呢一个系霸主精灵喺度保护紧二 set 嘅结晶喎，啊，有啲咁嘅嘢噶，我而家有几多粒啊？呢个水 set 喎 ，OK 喎。我头先嗰粒系飞行宝石嚟嘅，呢啲系用完就会冇啊嘛，我记得，佢会即刻消失嘅。OK。水是我哋俾呢只啦，当然系，因为冇其他武器或者道具可以装俾佢啊。呢、這个要双打，咁我哋梗系打单打啦，不必多讲，一定要打单打呢度。好，打唔赢我啦，你哋。哇，系冥想，打唔入我啦啩 ？OK， 大黄焰电光石火，好，哇，系威吓咗一下，咁我哋先用火煮出嚟，再嚟个火球。再你个头锤，搞掂，下个。You want to talk to me？ 呢只系古月鸟，好。哇，哇，呢、這个系咩嚟噶？心情不定嗰啲啊。我哋换火柱啊呢度，火柱电光石火。哇，走 ，OK， 走得好啊。如果唔系佢就死啦呢度要。思念头锤，你学招超，你学招草技得唔得啊，大佬啊？好，点个石火，完成，搞掂啦。呢个系枯叶阵啊 ，OK， 要做咩啊？有神兽啊？哦，一湖泊喎 ，Hot Park here 啊？我应该试下个地图，咩地图啊？个圈啊？咩事啊？呢个系作者嚟噶，我忘记咗俾你啊。有啲时候咧，你需要呢一样嘢。GMS， 哦，极巨超级巨化喎，呢个系。我俾五个你，唔好浪费佢，因为咧你冇办法再揾或者买噶啦。只有咧传奇嘅训练家先至会俾你呢一样嘢嘅啫。将呢一个咧用落你个精灵度，如果你想要将佢超级巨化 ，Go have fun 啊 ，OK？ 超级巨化五粒啊，五粒应该一粒为之一啊。呢棵树系咪要我切啊？啊唔系、哦，呢、這、一个要过圣安老号先啊 ，OK？好，我哋嘅火霸侯一定要升到40呢，趁住呢个圣安老号 ，OK，SS、OK, 船飞，咩事啊？咦，有信息添喎，呢度佢有个信息嘅系统喎 ，Hello， 我希望你咧过得愉快啊，系啊，我哋喺呢一个十号道路会等你过嚟喎，吓、啊，十号道路，十号道路系咪喺右手边啊？十号道路上面啊？十号道路喺边度嚟噶？呢度十号道路应该系喺系咪紫苑镇嗰边啊？我唔系好记得咯，应该系紫苑镇嗰度。咁依家过唔到住啊！我哋先打咗呢个咩先咧？佢嗰个原来唔系船嗰个系统嚟嘅，佢应该系一啲 call 机嘅嘢系嘛？好，哇！杀秒杀啦，你四倍格啦，系杀哇好啊！终于有啲可以格斗杀，哇！嗰个系背心喎，呢一个叫做。唔记得叫咩背心吓，突击背心吓，突击背心。好，唔俾用变化技能，但系双防会加。呢只打唔入喎，呢只我哋要用超能力喎，超能力咧，地震啊，漂浮啦，正准台，杀咗佢。咩嘅呢招？呢招系能够令对方混乱，然之后加攻嘅虚张声势唔要啦。降矮啊，早响啊嘛，降矮我哋要用格斗系。喂，用我同特性唔紧要，佢死嘅应该系嘛？搞掂，
哎，近身拳击一定要有啦，唔使问啦。啊，宁愿唔要嗰招，头先嗰招十字切都要近身拳击啊，因为高攻好多，一定要有。头先个咩嚟噶 ？Mushroom B mushroom 呢个系一个可以卖嘅香甜蘑，唔知咩蘑菇，唔记得咗个名。但系呢一个系攞嚟卖嘅，我记得好似系。呢个做咩啊？呢度系 waiter 嚟噶，系呢一船嘅一个侍应生啊，服务生。OK， 好。哇！啲人唔夠打喎，呢個超能力嚟，一下秒咗。我哋帶隻鋼係唔係喎？呢隻有雷係個火柱咯，只有火柱唔驚佢喎。呢度我覺得係啦。好，下個 TM 三廿一，我唔好理啊，打埋呢個先。你唔使打？屌！呢個近身拳擊好冇咧？佢有妖精，我驚打唔死其實。近身拳擊啊！真系打唔死，仲要俾人晕，仲要俾人瞓咗。钢海牙 ，OK， 硬骨骨啦，即刻钢机 ，nice， 钢机，钢机，钢机，哇，钢翼犀利，秒住过系咪？终于可以，终于可以正常少少咁样打呢个 game 啦。之前好唔正常呢个 game， 讲咩呢个？诶，佢话呢个警察嘅咩？国际警察定乜鬼嘢？好，我哋唔好理啦。呢个咩噶？啲羊筋果实，果实，果实。我谂咧，佢应该冇嘢讲噶啦，系嘛？我记得佢有个系话唔知咩切洋葱，跟住切到喊啊！我记得好似有个系。好啦，打咗船，打咗散板上面嗰个先。好，格斗系咁啊！格斗系啱晒我啦，呢度我哋先杀咗只怪力先。啊！怪力先殺，哇！系啊，系我只火牛瞓紧觉喎，原本我就谂紧吓咩事，有佢哋有瞓觉嘅技能吓死我。好，坚硬特性嘅真男人啦，冇乜问题啊，好合理系啦，正常系要咁配嘅。好，即刻翻嚟回先，我因为我哋要俾火霸猴胜利，所以呢度咧少少经都唔可以浪费俾其他，即系唔可以浪费咗。好，打埋呢边。药水喷雾呢边呢边呢边，哇唔系啊嘛，咁都触发到双打，近身拳击打雷伊，呢度用飞行技打呢只，我都会死，哇唔系啊嘛，竟然系 mega 进化只雷伊啊，带只火柱出嚟，火球，风风搞掂啦，咦佢呢度仲有原来火球啊，跟住呢度降技。极光幕，唔系极光速啊，极光速先啱。呢招系哦，呢招应该系网状啊，咁网状其实都有用嘅，我哋唔要空切啊，因为大王二唔适合用空切嘅。呢、這个有啲麻烦，要头除再加飞行呢呢招咩嚟噶？哇，呢招160啊，好用呢招。哇，呢招二 set 技真系无敌无敌。呢招系飞跳，飞跳我哋可以留一留。飞跳我哋唔要呢个头锤啦，因为有机会极巨化嘛，呢只兔仔，呢只兔仔极巨化嘅话咧，佢加速嘅话咧就会好快，系啦，好快。呢度炎反啦，炎反得换重，跟住换一换只火，诶冇啦，换只换呢只啦。哇，系。咩噶？唔系，哇！佢用嗰招先制重技，而家飞行技，飞行，诶、欸，背水一击，哇！不是吧？点解石火？火球，哎呀，搞掂！我哋嘅火柱真系咧越战越强啊 ！OK， 左边间呢间系咪？系，又系用飞行系打喎呢只。先殺右手邊，右手邊要先殺先。哇 ，fake 勾我，殺 helping hand 啊！嚇，竟然用 helping hand， 太天真啦啩！好，呢、這個打死普通系啦。呢、這個近身拳死啦，咁都唔死，47呢原來唔怪得啦 ，fake 勾吸收好。终于有招水技，但系呢招水技有80命中嘅，得80命中应该系嘛？要
啊，冇办法唔要呢度，因为打道馆咧，全部都系嗰啲咩，嗰啲咩极巨化，我哋一定要换一换招技，啊，起码都要有80攻招技。潜水好，俾佢打一打啦，都唔痛。我共系想打入，我太天真啦！你估我冇谂到呢一个情况嘅发生咩？即刻已经谂定用只降系出嚟抵挡，联防一下。好，呢个唔使问，我记得。我已经玩到都记得边啲有用，边啲冇用。呢招，呢招，哦死咗。飞鸥，虫，草嘅，草嘅。潜水，草嘅。哇，佢飞跳原来系，再吸，又潜水好。降系。好，啄佢，降技，降技，哇！佢用破壳喎，我死咗。飞人嘅，哇！降海啊，好劲喎，呢度好出色喎，好犀利喎，降海啊！降飞呢个属性其实真系好强，如果对面冇啲咩火系、雷系咧，其实完全打唔入嘅。我想讲降系、降飞啦，即系好似降鸟咁啫嘛，但系呢只系比降鸟更加有攻击性。下个呢、這个再打，唔使打就得。呢个要打啦，呢、這个打唔赢我哋多超能力，超能力43嚟，利多超能力再嚟，哦顶得顺啊，哇争啲输啊要。好，近身拳击打死只护主犬先，因为护主犬未进化，嗰、那个防御比较低，可以一击杀。系啦，下个，哎麻痹，黐线，嗰、那个叫咩啊？静电，嗱、那个静电都真系几麻烦啊，每次都要翻嚟回。最后一栋啦，這個、呢、這个咧，呢个冇嘅，呢个冇嘅 ，OK， 下一个，使唔使打劲敌咧？呢度唔知，呢、這个都唔使嘅，好，劲敌系咪出嚟啦？要？冇错，劲地要出嚟啦 ，Bonjour 啊！我就估到咧，你喺呢度会出现噶啦。所以咧，你嘅图鉴点啊？我已经捉咗40只精灵啦，40只精灵入面咧有各式各样嘅。我咧喺啲草地度爬行啦，并且咧好困难先至睇到佢哋啊！40只精灵啊，佢话唔知系咪咁译噶？哇，系你都有降海啊，但系未进化嘅，48呢？飞行系佢嚟啊，好，咁呢只死咗啦，唔使问啦，呢只死咗啦，先用格斗先啦吓 ，close combine 嚟，好得唔紧要，呢度冇极巨化嘅应该，大王已经快过你啦，普通技或者飞行技，我47呢都快过佢啦系嘛，半重啊 ，OK， 啊用错嘅，唔应该用 EAGU 二 set， 用错咗，都唔紧要啦。佢有电毒 ，OK， 我哋攞呢只火系，好，当佢波咁踢。呢招系弹跳，呢招系二连踢，弹跳，咁都麻，弹跳麻痹 ，nice， 跟住我哋用呢一个 double tick， 好，搞掂。呢个咩嚟噶？降海啊，应该都快过去嘅，我哋唔好用呢招啦，我哋用电光石火都唔得，啊，一定要用火技。系啦，因为打唔死，我惊另外两招。加龙啊，飞跳，喺我喐先。麻痹，避，冇避到，可惜。但系佢应该都打唔赢我啦呢度。之后我哋用飞行技。哎呀，劲敌啊，开始唔够我打啦系嘛？啲劲敌太渣啦，实在。我听讲呢度咧有一个咧专用 cut 嘅技能，呢、這个一字斩嘅大师喺呢一架船度。不过佢只系呢一个运船浪嘅老嘢嚟嘅啫。呢招一字斩咧本身咧非常之好用啊，系啦。你应该咧要去睇睇佢嘅 ，see you 啊呢、這个运船浪嘅阿伯就系呢一个啦，系啦，帮佢搓之后佢就 OK 啦，跟住就送一字斩俾我哋。一字斩完咗之后咧，我就可以落船去到打呢一个马志士啦，各位。嘣嘣嘣嘣嘣嘣。阿船亦都开出咗啦，究竟呢一个嘅呢个系咪？我呢个可以自己 cut 嘅，得啦，咁就 OK 啦。几惊要装落只精灵度啊！好啦，
咁依家咧，我哋打埋呢啲咁嘅小弟先。啲小弟应该易打啩，真系唔知咁难打咧。好 OK 嘅应该，好得啦。佢有电斑马，佢嘅电斑马头先系咪用过咩高速移动嗰啲技能？我只火爆猴而家好火爆，我只火爆猴而家已经好强劲。好，我嚟啦，剪草机喎，火拳。有雷技有，边只高攻啲啊？咦，差唔多喎，好，我哋用降料。啊，系喎，佢有雷，佢有咩喺身啊？佢有雷系喺身，所以唔惊飞行。火，哇！打火柱几黐线，50咧啦，呢度已经第三个道馆50咧，我相信唔知道第六七个已经100咧啦，啊！佢會唔會再超出個 level， 即係100几咧，或者110几咧咁樣？咦，唔使開掣啊，咁好啊！好，火技打呢只，飛行技打右邊。哇，放電喎用。得先，呢度我哋用近身拳打右邊，飛行技打右邊。哇，黐線個放電，電曬全隊，一次就電曬全隊嗰條友。好，呢度比較麻煩嘅，因為佢有隻雷，佢有隻鹹蛇喺度。我哋用火球踢左边 ，finger out fix 左边 ，OK 得，自爆，咁啊胜出咗啦，非常之好彩地，系啦，估唔到你个龙龙岩都仲系要自爆嘅下场啊 ，OK， 打完三个马志士嘅雷系道馆，我哋即将要挑战呢个马志士本人啊，咁呢个时候我哋唔好用，火爆猴先啦，继续火爆猴先啦 ，OK。我屌飞，你究竟喺呢一度咧做紧啲咩啊？我呢度咧唔特别型啊，都系讲嗰啲嘅啫，系啦，都系讲咧曾经有一个战争入面，跟住咧 Pokemon 电属性嘅精灵救咗佢啊，因为马志士本身系军人嚟嘅，佢个设定系，所以咧佢系打仗出身嘅啊，咁所以咧喺打仗期间就有啲意外发生咗，之后咧就俾呢个电系精灵族拯救咗啊 ，OK， 哇喺呢只啊，呢只快过我一下死我会。系啦，一下死。呢招应该系，哦呢招电吸收嘛。哇佢，我唔知佢招咩技喎，佢命玉嚟喎，装咗，我知道。好快啊呢只嘢，呢只得唔得咧？其实都得喎，我哋用火柱 OK 噶，火柱啦，不如极巨飞。你个极巨飞先，加速，跟住我哋再用个极巨火，因为我哋招火好高攻噶。个混乱，唔好啊 ，OK。极巨火，然之后再用呢个极巨拳食药，睇下几嚿嗰条火。OK， 仲有冇？巨火啊，唔系呢招普通火嚟啫。哇，已经连秒两个咯，你嘅火主太强劲啦！呢只未必打死火球。哎呀，避咗，系争在避咗呢一下。咁输啦呢度，因为我成队起码两只俾佢黑住，唯有用呢只咯，超能力。佢都系用雷，佢招雷都吸收几劲嘅啫，吸得几多下喎。我呢只冇用，冇技用啊，魔爪啊，黐线冇技用啦，输啦要。呢度第一只就出火柱啊，直接，因为佢第一只已经系嗰只咁嘅咩啦，好唔好咧？谂下先。都得嘅，试一试啦吓。嚟啊，马志士，一嚟即刻嚟个极巨火落去啦，唔系极巨飞先，极巨飞，跟住再用极巨火，再用极巨拳，好 nice。跟住我哋就可以用呢个极二连踢。哇，唔系话唔好啊，打佢，冇中啊！好啦，冇中就输咗啦喺度，唔使打啦，一冇中就即刻输呢度。极巨飞，跟住极拳，跟住极火，打佢 ，nice， 好波，我得啦，下个只要当佢波咁踢就得啦。呢、這个要唔要好呢？呢、這个系呢、這个要啦呢招，我哋唔要呢招啦，呢招保护。好，雷超我哋用火球，咦，极巨炮呢只中啊，唔好啊，唔好打自己，打佢中，
好中到，起码扣一大半呢下，即使系极巨化，哇杀佢啊，好波，一发秒，我哋系火主救世主，简直系下个，一定要中啊，唔好唔中啊，火主靠你啦，仲晕紧啊，唉好波中，非常好，好。未啊，仲有最后一只系边只啊？呢只唔知咩嚟？哦，电散式系嘛？应该双格死嘅呢度。我哋睇一睇先，惊惊地。其实双格应该真系死嘅呢下。双格死啦，打！我哋保守起见，解咗啦。双格死啦，会唔死啊？呢度，哇，真系唔死啊！哇，好在啊，好在电死咗啫。佢先啊，因为佢有太阳力量系嘛？佢自己好似有太阳力量，同埋头先佢命玉啊，我唔知道系咪？哎呀，轻轻松松啦，马志士，只要我招火焰球中晒，你啊赢我唔到噶啦，轻松轻松，太易玩啦，马志士。34号呢一个咩电，好似电击波啊，系啦，唔会 miss 个招技系嘛？睇睇啊，系60呢招系唔会失误嘅呢招技能。好，咁啊今日。今日呢一集非常之順暢啦，嚇完美打到落尾嘅。雖然臨尾嗰度，即係都係要 SL 啦，係因為佢係要睇機率啊嘛，招火焰球。因為火焰球佢雖然高傷，但係佢個命中低好多，即係佢唔係100%啦，所以好容易 miss 嘅。其實都即係譬如5下入面可能有一下會 miss 咗，咁就睇機率啦呢一個。好，咁今集時間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最終紅再見。中意嘅話俾個 like 同埋咧未訂閱咁啊訂閱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